大家好，我是黄凯迪，今天是2018年的6月16号。好，在两天，就是6月18号就是那个端午节了。那今天礼拜六我们就来那个鹿港龙山寺走走。好，那前面是袁佩文、黄宝静，还有不知道跑到哪边去的黄宝琴哦，出现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在鹿港的龙山寺。那稍早我们有逛那个鹿港老街，就是天后宫那一边。现在下午4点多，还蛮舒服的。好，那这几天的话会有很多端午节的活动，鹿港应该会蛮热闹的。如果说这3天连假不知道去哪边玩的朋友的话，可以规划来鹿港这边玩。我老婆说黄凯迪不要录哦，因为他妆还没有画好，妆太浓了都掉了。